今天山东这边太冷了，大降温啊，外边还在下雨呢。这会儿这个小孩停课了，不用去上学，我也停班了，好点了没有？啊？好多了。还发烧吧？不烧了。这个人这两天不舒服，发烧烧了两天了，今天刚退下来。中午吃点馍吧。吃馍去。一会儿还我又钓来了鱼，不用弄红烧鱼吃行吗？行，等个鱼吃。我听着你这有点感冒。这不好了，一会儿还开着车来，冻得不轻。你哪敢开车来？你那是钓鱼冻的。你那是昨天已经腌好了是吧？腌好了。一个鲤鱼，还有这么些鲫鱼啊。本来我跟我爹说，今天中午想吃个火锅的，但是我们家里一看，我有点感冒，小兰现在还刚好，我妈身体也不大行，我爸也现在也有点感冒了，一家人都不能吃。这两天降温降的，身体都不太好，就是好不都得感冒一遍，咱家里的。给大家看我们家地暖现在多少度哈？21.4度。他没空调还是搬回来，往那还没降温，还20多嘞，这才21度。他大降温，他地暖也受不了哎。俺爹来了之后，就是这个蚩尤厉害，这两天一头又进去了。来，对，我喝了。先把这个鱼炸炸再炖，是吧？对。咱一会儿再炖个白菜。啊，再炖个白菜。大家就看我们买的这个白菜新不新鲜吧，看到没有啊？上面还有一只虫子。但是好虫还坏虫。好虫。妈妈有个害虫。来送给你，送给来，来起床，不起床我给你塞裤子里了，我给你塞床里了，塞床里了，来喂乌龟吃。